战友们，你们能获得真金白银的好处的躺平币，我估计上线的前半年到一年可能是零价值。但是随着时间，它的它的暴增率啊，可能是超过洗币，可能会超过洗币。你们千万不要错过这机会啊！这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一次。为什么？它没有任何连接法币，它没有任何 KYC 要求。 他没有任何数字交易所可以阻挡他。他没有任何可能成为什么机构、国家的调查对象，而他会成为贸易、时间、杠杆的交易的唯一工具。像你没上网查一查那个烂，一个烂，在台湾、在日本、新加坡就占了几，哇塞，他的网上排第一呀、啊。 你去想想，它的价值是什么？上千亿美元呢、啊？上千亿美元呢、啊？上千亿美元的杠杆在市场是多少钱？就在数字货币。然后现在整个媒体市场，世界已经带来个新的时代。风雨之中，一定你们战友听听齐格的话：人类所有的未来冲突，所有的利益，什么台湾、啊啊、中国，你都可以忘掉它。数字货币的较量。 超过战争，人类在我们一生当中，未来的较量就是数字货币的较量。就像三五年前你买，或者二二零一八年你买的比特币，今天再差也是三万元。就像当年七哥的家族基金买是八百块钱一个，是吧？怎么卖都赚钱。 你今天你获得了躺平币和洗币，在未来三五年，就像当年买比特币一模一样。比特币一定会被消失，因为它是原罪、犯罪，还有它的技术已经完全过了。数字货币面临着三个最大的挑战：第一个，量子电脑。量子电脑来，你什么数？什么比特币？你不是没主人吗？老子一摁呀，就就给你解码了。你还有什么吗？你不就是个密码吗？是吧？ 所有的过去的一二代所谓的三代币都完，现在严格讲是第五代币。五代币就是说三代是技术，五代是稳定。大家别忘了啊，三代是是技术，四代的时候就是技术加法币，然后加稳定币，叫技术加法币加稳定币，就叫五代币啊。只有现在是 h h b i h o 号 n 是这样。那接着躺平币是完全去中心化的币。 你们要获得，而不是马上卖掉。